第二是居士在家做客，施大悲水，这请问师父怎样施法？这个施是布施，就是你这个念大悲水呀，布施给一切苦难众生，这个通常有两种，一种呢是帮助人治病的，另外一种啊是布施小动物，像这些蚂蚁啊一类的是这些爬虫一类小动物，布施给他们。大悲水念大悲咒的时候，一定要有大悲心，如果没有大悲心，这个大悲水就不灵了。真谛愈是慈悲，愈是真诚，这个大悲水会有感应。